十二成行要出库了，在会员精选往下拉，拉到最后，最后游戏机会，这都是二档库。还有这个雪地大货车，还有两个鬼泣五 PS5 版和 PS4 版，还有这个和这两个。出库时间应该是下月的20号，但也有可能是这月的20号，也就是新的一波二档会员入库之后。双人成型我还没通关呢，这就要出库了，怪不得他最近一直在打折。如果经常玩这款游戏的同学，建议趁着现在史低买一个数字版，挺合适的。另外，索尼会员现在还有一个活动 Season of Play 虚拟形象，这个怎么弄呢？我们注意这儿有一行代码，在你的 PS5 里面输入这行代码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页面怎么获得呢？是先进会员，会员里面有一个 Season of Play， 然后点击这个获取免费的虚拟形象就可以了，就能看见那个代码。怎么用啊？先进设置用户和账号，选择账号，有个支付和订阅服务，输入代码，然后把刚才看到的12个字符输入进去就可以了。他会送这些东西，然后点击兑换。你已用该代码兑换了5个项目。下面说说这个虚拟形象在哪用啊？这次领了有对马岛的，还有最终幻想，还有刺客信条，并不是在游戏里边用啊。先进入这个名字，然后呢进入简介，到达这个界面，然后往右挪，这有一个编辑简介，第四个虚拟形象都在这儿了，一个对马岛、刺客信条、最终幻想。如果你不兑换，只能使一些系统自带的。我来个克劳德，还是我自己的头像好看。出库了那么好的游戏，送几个贴纸，真有你的索尼。